这个一串他今天早上还有这种红色的这种泥之类的，你要不还是联系兽医怎么处理一下？二级自贸易有那个情况，我们也去看一下。 带有红色的这种泥之类的。行，那我们采点样子，带回去检查一下，看一下。对，看一下什么情况，然后查一下，然后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弄。 这个产后这个积血这种出血或者出血量越来越大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它继续没有停，继续不排的话，我们就会可能要开始最先的话还是要用一些止血的东西。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在最后一步，然后再会考虑麻醉检查，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血。
哎，吴院长，就是那个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？这个猫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我觉得从目前来看，就是我们后面还是继续观察吧。然后待会儿我们也会再来看一下，应该是没问题哈。对对对对，嗯，好的好的，嗯，我们还是继续观察吧。嗯，就是从这两天我们这个观察熊猫来看，就是排血这些已经止住了。然后就是正常情况下，就是大熊猫它产后它和像人啊或其他动物一样，都会有这种排恶露的行为，但是就是也会有一些会有少量的血。现在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观察之后，发现它就是可能是某一个当时的一个血管破裂啊，为毛细血管破裂。但是就是从目前来看，它是没有生命危险，也不会影响它的健康。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关注这个猫，看它后面还不会有没有这种出血啊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常。哎，我给这个宜昌准备一点那个它爱吃的，窝窝头啊，胡萝卜呀、啊。过来，长毛，长毛。Good, good. 想吃吗？在这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之后，繁育员也回到了平日里忙碌而治愈的样子。